是你忘了，你如果去做 DNA 的话，你看一下，中国是你们的亲生母亲，你们是我们的香港，香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哎、我们只是我们当时血浓于水耶，对，当时母丑、啊，只是当时那个年代，然后我们你的亲妈妈，然后生活养不起你，或者被割让了，你知道吗？去给一个什么洋人去养，然后养了给你，你喝过洋墨水吗？被洋人抢了，然后对，然后你现在人家给你送回来了，然后结果你怎么样对待你的母亲？不认了，不认了，还瞧不起，还瞧不起，还嫌妈妈脏，还嫌妈妈干嘛？对，这是一个女儿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把你收回来了，我们没有去破坏你，给你弄脏，我们是好好保护她，然后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富婆。你变成富婆了，你这样子忘恩负义来吗？可以吗？干嘛嘛乱？就是我受伤，我谢谢你，还记得我那么久。